如果 A 接 E 接反手一刀 A 这个伤害就 A 这个伤害就 A 这个伤害就那个 A 接 E 反手一飞刀，他也带的是闪现，我靠！哟，他居然带的是闪，我靠！我感觉他打野要来了，我怎么感觉他打野要来了？算了，哦，没有，那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怕我把你砍死呢？反手直接踢，啊，我的跑车没了。哦，那你是不怕死，你是不怕死，我还不走，皮，你一点蓝都没有，你在这皮，你以为我的输出砍就砍不死你？你搞这个东西，我扛得住的，我身体多好，我身体多好，你开玩笑。撤退的非常及时，他身体也板，但是身体再板也怕刀砍，他 TP 过来不用怕，保他保他。哟，杀心很重的样子，对哦，他跑不掉了，你飞刀。哟哟，护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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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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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肉很肉肉的飞起，我靠，没打中，输了，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我 TP 来，主要我没大，好，你 buff 继续吃，哎，继续吃，没事的，继续吃，逮到，哎，吃 buff。吃 buff 砍我，大招马上好，差一丢丢，好都得死，我就这么告诉你。等一下，回一点血再来啊！哎，好，你跑啊，这不一没事，扛塔飞刀小王子啊，搞这个东西啊，无改，哎，无改，你以为？等猴子不在，我开个大招就要秒他了。啊，猴子在也不怕，因为这两个人没点燃，你知道吧？打蒙多没点燃，这等于在犯罪。那等于在犯罪。好，大招好了。啊，你跑，你慢慢走位啊，你慢慢走位，我看你怎么走。我看你，你走位，你慢慢走，你打没事，打，打得不错，一飞刀。哦。我睿智敢抓蒙多，说实话蒙多我现在还不够肥啊，也不能说不够肥，肥其实很肥，还没到我的强势期，五分钟以后，其实不要五分钟，就现在我就已经无敌了，把这个东西一出，两级大招以后无解。这个猴子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他以为我能抓死，实际上这波死是因为我还不够强，等下一波出来就根本抓不死了啊！他抓我肯定是把队友这个叫什么，抓我自己就浪费时间疯了，100%的，我告诉你，你信我，我太了解蒙多了，我强势期还没到你知道吧，我提前的打法过于奔放，你搞不清楚蒙多你敢抓，开玩笑，这一盘我就这么告诉你，死一次500块红包，不吹牛啊，这一次500块红包。啊，给你在塔下，我给你背，啊，给你背，你不知道什么叫冲塔强杀，你在啊，无所谓的，打不死的。好，从这一刻开始，我宣布我无敌。好，你还敢背我？我很欣赏你，小伙子，说实话。我很欣赏你的性格，啊，就站着不动把你 A 死，就站着不动把你 A 死，你没办法的。我现在非常变态，这波杰哟，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过塔强杀，你扛塔嘛就没大招嘛，轻轻松松扛塔啊，轻轻松松扛塔，有大还得了。他对劫来了，
没事，不踩他。一刀，一刀，开个翼就是一刀不灭就咬死。想好了，你死了，一刀、两刀开大招，三刀、四刀接五刀，再来一刀，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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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根本跑不了，接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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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砍，一刀斩，一刀，反手飞刀，怎么说？你跑，任你跑，飞刀接 AJ 一刀，接一刀，接一刀，轻轻松松走出塔外。哟，没走出来，但无所谓啊，这怎么打你告诉我，对吧？无所谓的了呀，跑不跑出来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不重要了。对面通过这一波，他们就不想玩了啊！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他们不想玩了。你如果是对方，你还想玩吗？你不想玩了。我还没到我变态的时期啊！我刚才那么多钱没有出装备，而且我没有到三级大招，我的背水一战还没有百分之百。等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变态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点燃只有一个啊！打架的时候还经常没点燃，怎么玩？哦，500块红包，我靠，很烦，忘记了。耶耶，好，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团战了啊！你看啊，我现在16级还没到，我的巅峰时期还没到来，我巅峰时期是16级以后，但现在我足以一打五，给大家看一下啊 ，AJE Q 给他们打，没事，给他们打啊，给他们打 ，Raw 看到没有 ？Raw 一飞刀，好，开启我的大招无改 ，AJE。一刀接一刀烫死，接一刀小脆皮逮到杀，一刀一刀行不死吗？好，再接一刀，一刀先擦脆皮，一刀一刀烫死，再一刀接一刀，接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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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我移速比他快，他死了，他死了，跑不了。我只要不出那个就行了，他死了，五杀很早贴，我不出飞刀他必死。哈哈哈！接 AG 一刀，你是个伤害吗？你不谈了，拉没事，任你拉，任你拉走出来，接 AG 一刀，接一刀，哦靠，人海战术。但是我依然能够站出来。我依然能够走出来，你问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我依然能够在人群里面走出来，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我问你，这五个人他有什么办法？一飞刀，再来啊！你杀我队友，来，那就一飞刀，烫你，让一飞刀，扛塔小霸王，扛塔，开启我的大招。来一飞刀 ，A E 接一飞刀，接一飞刀，一飞刀 ，A 一飞刀，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来拉我啊！来塔下一飞刀，很烦，喝口水回家。好，不跟他玩了，走了，回家了。你要打我队友很烦，一刀飞刀，一刀你不把你杀了你很烦，你在啊，算了，杀不到，走了。拉我啊，一飞刀，一刀拜拜，一飞刀，追打，打回家，每秒300多，怎么说？咱出个装备吧，出装备更新一下。哎呀，蓝盾来一发，这个来一发，好，怎么看？你怎么看？哥们儿，你怎么看？这个红 buff， 就现在，只要我不到他们的温泉里面，是不可能把我杀掉了，啊，不可能把我杀掉。我推他的中路，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就是 A， 然后往这里一点就搞定了。我去洗个手，好吧？
slain. Yeah, 死了吗？我准备过来按R了，我靠！哎，我准备过来按R了，来晚了一点点，这波洗手洗的时间有点久了，提前个几秒钟，那怕是游戏结束了，按个背水一战不就没了吗？龙飞 C 干，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你往哪里逃？战队，这个输出嘛就不谈。你往哪里逃？你往哪 ？A E 你往打二一个一个打你往开给我点燃死刑宣告出的不错开启我的大招出的不错定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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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越打血越打越多打打不打了吗哟你们不打了我靠你们怎么不打了你怎么看猴子你怎么看你怎么看那猴子也打开打锤来我锤一飞刀不锤了没意思好了回一波血每秒400多吧血回一波你怎么看好满了你拽把我打到塔下背到塔下哟哇塞百分比掉血还是有点多的呀